怎么阿布斯还没有来？对呀、啊，等久了。快十二点了哎，因为不是要阿布斯的电话吗？打给他。好，那我给他。快点，快点来。喂，阿布斯在哪里？我快到了。你在那等你很久嘞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在那个后老地方嘛。对对对，老板点，张飞点，小台中嘛。对，好好好，拜拜。拜拜好久不见，几年了？十年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变那么多？你们想看你的身材都是哪好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运动选手吗？以前不是打网球的、啊，以前那个身材变化成了。Oh, yeah. 你现在？就是对啊，按下几个孩子？三个。哇、wow. 啊！那你最大的几岁？最大的已经国二了。对 啊所以你那时候是怎么样？你不是要出国培训吗？就是因为那一年就是结婚了嘛，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怀孕，所以没办法出国培训，然后就打大力点。是台湾南投县新乡罗纳村的阿布斯，他今天要比赛的歌曲是《我深深渴慕》。白手起家一个一间店面嘛，对呀、啊，这是罗纳最红的。
就刚好认识我先生了啦。哪一个？我好像记得哎，是不是那个？我帮你做头发那次。对，那个学长对不对？对，人种的学长。对，那个说你水很冰那个。对。哦，你是人种，不是酸馒头的。后来你知道缘分这种东西，回想起来真的。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有这一段吗？要这样维持多久啊？大概一个月，然后你再回来，我再帮你烫。好，谢谢。老板娘，不要来了。你先等一下哦。好。老板，你要烫吧？对呀、啊。行啊，就签了。才这么久。想洗头发嘞，我最近家里面洗发精。哦，对吧？好，好吗？啊，太久没有洗头了。难怪看你太冰了。水太冰了。当给我的小组长职位，可是因为我小孩太小了，你也知道我是带那个阿公阿妈带大的孩子嘛，所以我没有爸爸妈妈照顾，所以我希望我不要错过我小孩的童年，不然那时候的我也是。部长，你走了吗？对，你先坐一下。挥别多少温柔，不愿走开的只有。落寞那个就是医院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想要栽培你，因为这几年在医院的表现很不错，也很努力，所以我们想要栽培你做小组长。对，那休假的部分呢？休假当然有点减少，但是薪水会升高很多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因为我现在小孩子也还很小，所以我想要。曾经美丽过，你还要考虑吗？你看你的薪水升高蛮多，你还有老公、还有公公婆婆可以帮你顾啊。岁岁年年匆匆带走他的，我想要参与孩子的成长，所以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，我们就下去。哦，原来。对啊，所以你现在才在那个清安诊所上班，差不多啊，还是偶尔包包药啊，就是量量血压也不错。你现在多大了？我现在是两个孩子，已经都高中了，国中了，国中的啦。反正他们都很乖啦，回家会主动帮忙做家事，会跟我们聊天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好。这样就好了啦，反正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看孩子平安健康长大就好。最大的。对啊，哎，下次带孩子一起来嘛。哇、啊！而且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赶快回去接我小孩下班。这我们都没下课，这我们都没马上录完。可以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。对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那我们也差不多啦。好，拜拜。